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再次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又来到Jericho 这个范围，因为这个地方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要攻占耶利哥城他们是一次又一次一天一个礼拜当中一天一次，第七天七次为了让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罪恶倒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靠主的宝血，我们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很单纯，他们只是举着这个牌，牌子上面写得很清楚要想看中文的看到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看英文的知道只有耶稣能救我们如果不信耶稣的人真的会下地狱，耶稣实在是爱我们我们求主怜悯保守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相处，而且我们一定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彼此互相的激励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是我们在每一个街头我们只是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但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真的会让马路上他们车子经过的地方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说什么话，我们只是在来高举耶稣基督的旌旗，来举起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我们求主来使用这一班举牌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队伍很强大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平常自己也可以在生活中我们在瓦拉镇街头可以用个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里的牌子上告诉我们说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所以有些其他教会弟兄姐妹也可以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举牌这样的一个福音行动是带来这个社区的祝福。我们深深地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谢谢主丰满地与我们同在，祝福所有来参与举牌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看到马路上的车子很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举牌的时候呢经过的车子如果正在等红绿灯的话，他们看到我们都会给我们来招招手或竖起大拇指，甚至会跟我们一起哈利路亚一下，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爱着我们，让这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些爱神的儿女基督徒他看到这一份福音行动，至少对于这些弟兄姐妹来讲是一种信心的激励。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次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